据说通讯行最近蛮热闹的，因为好多厂商在出新机。没错，在这时候呢，买手机可能再 hold 一下，因为再过不久，一堆手机都要出来。我随便举个例子，神送的 Note 10，然后呢，Note 10，苹果的 iPhone，还有接下来华为的新机、小米的新机，全部都要出来。但是我今天要讲一支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的手机，叫做 Google 旗下的 Pixel 系列。这支手机呢，在台湾呢没有代理商，所以你要买都是水货。但我为什么要讲这支手机？这支手机的话呢，最近不是讲中美贸易战吗？各个产地都在迁徙吗、？Google 的话呢，是不是也在大量的在迁徙？尤其是我们之前聊到伺服器的部分，但手机的迁徙才是关键。手机的话呢，它输往美国的话，高达七成以上都是在 Pixel 手机这支手机上面。所以说，这支手机的话呢，大概有三到五倍，相当于伺服器的一个量。所以当它开始迁徙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开始注意相关的一个供应链。比如说，这支手机的话，之前在哪里生产？好，但是我先打个岔，小袁。现在我们画面上所看到的是 Pixel 的第三代。对，这是第三代。那现在即将要出的是 Pixel 的第四代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要讲 Pixel 第四代，这支手机很厉害哦。它关键是除了它是第一支，宏达电去年的 Google 的研发团队不是卖掉了吗？对，第一支的代表作就是这一支 Pixel 4的手机。第二个关键是什么？它这一次加入了很厉害的黑科技。简单来讲，什么叫做黑科技？隔空操控手机，这个大家没听过了吧？隔空操控，我有听过隔空抓药，但那是骗局啊！我不知道手机也可以隔空操控隔空操控是什么概念？其实现在很多的3C产品已经用在上面了，比如说隔空操控手表，智慧型手表，比如说现在画面上的隔空操控收音机。等于收音机，你要调大声、调小声、调这些音频的大小等等，有没有？现在隔空操控手表，隔空操控，这是现在就可以，还是现在就是未来概念？现在有一些手机手表已经开始使用了，已经可以了，已经可以了。但是很多陆陆续续在概念性的已经在研发，加速研发当中。这是隔空操控这些3C产品的部分。但是我们讲隔空操控手机的话呢，在今年四月份已经提前亮相了，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。LG 的 G8， 为什么我要讲英文，不能讲中文哦 ？LG 的 G8 这支手机的话，发表了之后，我都没有想那么多。好，我知道讲中文是什么意思哈。好，那这支画面就是 LG 的 G8， 它今年刚发表，看到没有？它透过这个画面的话呢，它现在手隔空操作手机。好，它现在手在动，手在动。然后呢，可是这样不小心隔壁人走过去，也会让你手机打开。不会，它有一定的一个距离，它就有摇。它现在第一个动作，它现在呢先解锁，所以手掌对一下就解锁了。那现在呢对准了之后呢，它现在可以怎么样？直接抓图，有没有发现？它上面有一个地图，它直接做手比一下就抓图了，就把它就抓起来了。要对得很准啊，隔空还要对得很准啊。对，而且呢，隔空还会怎么样？你去操控你的音乐的大声跟小声，你的手呢固定的手势有没有？右滑、左滑。滑来滑去，手机的萤幕呢，它上面的这个讯息就跟着你跑来跑去，这是手势操控手机的这样黑科技。不止在 LG 的 G8， 今年的 Pixel 4它也会正式亮相，有这样的一个功能。我相信很多的手机接下来都会加入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功能。好，那这支手机是刚刚小袁谈到，这支手机是 Google 的 Pixel 的第四代。对，而它虽然是 Google 的第四代，却是宏达电卖给 Google 的第一支手机啊，没错。同时呢，你刚刚也谈到供应链，因为这支手机大部分都是销往美国地区。对，那它的供应商，也就是说它的相关的组装厂跟台湾有关吗？其实在这之前的话呢，它都在鸿海的深圳厂，深圳鸿海厂生产。所以它是鸿海做的。对，那可是呢，现在如果赴美有关税的话呢，它已经从去年开始偷偷的迁徙到哪里？迁徙到越南。那除了越南的鸿海在生产之外，它怕不够嘛，还找了另外一家伙伴人保一起在做生产，那是在 Pixel 的部分。那我们必须讲，所以人保鸿海是它的组装厂，组装厂在越南的部分，而且现在在越南生产，没错。那下半年除了这支手机，其实大家最关键的是什么？最关心的就是折叠机要亮相了。今年下半年很热闹哦，卖盆啊啦，折叠机说要亮相，我们的公网固啊，我跟你讲哦，现在折叠机不是。最早是说几月？最早说四月。好，后来五月没出来，现在说六月要出来，六月又说可能出不来了。好，那一直往后推迟，为什么难产啊？各家都说什么？今年的这个年中就会亮相，所以最快是中间的中还是？不知道。可是呢，我可以确定一件事，年底的那个中。今年四月的时候，神送本来要出来哦，神送出来之前出了一些。包这个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。不过从七月份开始，神送说啊，他最近就会宣布重新上市的日期，神送确定哦，
结果呢，华为放羊的小孩、啊，哎、欸，不会不会，华为他在四月就说七月要亮相，包括小米也说七月八月要陆陆续续亮相。那它到底长得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大家就很好奇了吧？基本上呢，现在分两个阵营。现在画面上这个呢、這個、是小米的，小米的，小米的，哎、欸，它是外折的，有没有发现？它现在直接在看，对不对？它看完了之后，它可以把它直接给摊开。摊开再折起来，这个是小米的一个部分。哦，它现在是折起来的部分，看起来很小，对不对？它等下把它打开时候就很大。打开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变成了一个平板，大概是八寸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大小。那这是在小米的部分。好，那华为的话呢？哇，打开变好大啊！打开变很大啊！好，这是华为的。华为的部分的话呢，它是华为的，对，它是外折，有没有发现？它现在直接把它打开，哎，现在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平板。它是用外折的方式，然后来做一个其他的一个手机量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操作。那这是华为的部分，但是我必须讲，华为看起来比小米还大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他们所以小米折起来一定非常的小。没错，那你们发现他们这叫外折。对，它外折的话，你看哦，它旁边它特别指的这个，这个叫鹰角，就是轴承的部分。它为了这个轴承啊，研发多久？研发了三年才完成，因为这个轴承实在是太关键了，因为你怎么折呢，都不对。我简单来讲一下哦。我现在手上呢，其实就有一个折叠机。什么叫做外折？什么样？你有折叠机？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特别呢，用其他的手机呢，人工做成了一个人工的折叠机，给大家看一下哦、喔。这是两只手机哦。你自己 DIY？ 对，我自己 DIY， 然后变成了一个蝴蝶机，给他看到里面假设是这个样情况。等一下，你好来看一下，我们小学多可爱，用胶带自己粘的。哎，用胶带自己粘一个折叠手机。哎，这个不好粘哎。好了，粘了半天，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啦？好，我跟你讲，折外折跟内折的差别在哪里？现在两个阵营，外折就刚刚讲华为跟小米啦。假设外折的话呢，哎，正面有，反面也有，哎，给大家看一下外折怎么折呢？外折是这样的，我们 camera 照镜，外折就降就外折，对对对，降外折，降外折，好，好。那降外折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哎，降外折好处，哎，你这样子两边都可以看得到啊，有没有？而且呢，屏幕的话呢，基本上因为只有这两边有屏幕，所以它可以做的比较薄。可是缺点做比较薄，因为只有两个屏幕嘛。缺点是什么？你这样子拿着，有没有动不动我就碰到？然后呢，动不动不小心就把电话打出去，对，我放在口袋里面一直磨到，我知道这危险欸，对啊，你不小心碰到了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打电话给你老婆，结果你正在跟小三谈恋爱，对，或者你老婆就偷听到了，对，或者讯息电话打出去都不知道，讯息跳出来被别人看到，多不好啊，是，对不对？所以外折的话有它的优点跟缺点，那内折的话呢？内折的话就像我这样。内折的话的优点跟缺点在哪里？你知道？因为内折的话呢，它外面一定要有一个萤幕，然后呢，它这边一定要有个相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内折的话呢，会比较厚。哦。对，会，所以你要薄还是厚？优点是隐私比较会被保护。对，可是它比较厚，所以操作起来可能会比较稍微麻烦一点点。那哪边优缺点，可能大家就要去判断。苹果的话，哎、欸，关键来了哦、喔，苹果是外折还是内折？苹果是外折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矩形。他就是把这个手机的这个类似呢，多了一个萤幕呢，藏在里面。什么叫矩形？所以它三个萤幕啊。对，它三个萤幕，然后把它折进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这个是苹果的这个它的这个折叠机的这个类似的这个示意图哦。那这个呢？大家猜测可能是这样。对，猜可能是这个样子。它现在是一个整片的，可是它可以把它折起来，变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个折叠机。可是它这个示意图呢，它没有做到三折。所以苹果它想要跟大家做的不一样的话，它想要做到三折，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。三折怎么折？你可不可以现场？好，你没有粘三折给我看。我拍折很难。好好，这样子一折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。然后呢，假设它这边比较长，对 对, 對，它就会把它折进来，它就变成一个矩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它打开是更大。它打开是三片。哦。对，那我们一般折叠机的话是两片。对，所以它、哦、我懂了啦，三折其实就是安内啦，对吧？安内就安内啦，嘿啦，就这样子啦，变成那种夹心吐司那种感觉啦，就是苹果的一个部分。可是我们必须讲哦，现在大家都在拼速度，对不对？可是很难做。我刚刚讲，你看我粘半天的这个叫轴承，有没有？光华为就研究了三年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接下来三星之前也出过，你知道吗？三星的画面我们来看一下，三星的折叠机四月好期待，从四月就开始期待，期待到现在。千呼万唤难出来啊！他四月份其实要出哦，四月份出了很大的包，因为他拿给什么？他拿给部落客还有相关的艺人使用。结果呢，才玩了一天，你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吗？这个画面这上面，这个是玩了一天哦，它就闪电了，它就变成有点宕机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点有坏掉这样感，才玩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它到底，而且上面你仔细看一下，还有一点点破裂。凹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，仔细看一下，里面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个情况发生，这才用了一天的情况。那其他的部落客玩，我跟你讲更惨，
布洛克丸你知道吗？这是破掉，对不对？布洛克丸呢，在开合的过程当中呢，中间呢出现了一条缝，你知道吗？它当初号称出的时候，它号称可以使用200,000次，结果用了一天不到20次，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缝。所以它这个瓶管跟它当初号称的到底出了什么样一个问题哦？我觉得大家就很好奇。更特别、更扯的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买手机的时候呢，上面不是有一个保护膜吗？对，来都透过这个细菌上面看，这个我们上面不是有一个保护膜吗？结果保护膜也破了。布洛克呢，他很好奇说，我们来看这个照片，所以他也破了。不是保护膜，如果我们买新手机的话，把它给撕下来，对不对？结果撕下来怎么样？这膜是不能撕的啊，一撕就坏了。你知道吗？他这只膜，就三军就说，拍姐这不能撕哦，你一撕他就居然把它给用坏掉了。所以说，他这问题实在是太多，逼得他怎么样延后发作、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千呼万唤难出来。不过，确实折叠机是未来的新产品，有可能引爆非常大的商机。所以在今天媒体也谈到，许多的折叠机供应商现在已经出现了第四季要大备货的情况。